是大学，大学是什么？圣诞节大学生来了，我们 PK 了。耶、yeah! ！PK 了 ！Come on，PK 了 ，PK 了，耶耶耶 ！OK in the house，OK，OK，耶！ Okay, okay, yeah. What butterfly？Butterfly！ 哦耶，哦耶！哦、oh, yeah, yeah. oh, ，好像不够性感哦，这个好像不够性感哦。就好了，为什么后面跟两位莫名其妙的感觉？不会啊，那团结力量大，圣诞节开心一下，三人出来，奇迹也应该站中间嘛。对啊，好不好？不过好了，这个算是敢秀了，真的很好啊。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重要，对，圣诞节，所以大家很欢乐过圣诞。我们要来看大学生热舞 PK。对，今天是一个很认真的热舞 PK shy。比赛的赛，而且呢，我们有精美的这个奖品跟奖金，等一下再来跟大家报告一下。好，首先先问一下大学生，圣诞节来了，你用一句话来形容现在的心情？快激吻！你怎么会孤单呢？你那么会跳舞，就每年圣诞节都一个人。有我啊。不会孤单的，所以你们是真的私底下有在发展吗？现在刚决定的，就是火热，真的正在。他们互相之间其实就当朋友嘛，对不对？一友也刚认识啊，你期待什么？期待恋情吗？嗯，期待可以交到男朋友。你的择偶条件大概是什么样？喜欢就是好马。哇，他居然在全场都对啊，这种情况下，哎，假如是我的话，我也会跳基吻。其他真的太差，怎么跳？今天有最帅气的天团 JP 也来到现场，跟我们一起共度圣诞。欢迎 JP。就是发行的新专辑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成绩非常好，新的专辑谢谢谢谢，对，还有有，这一次专辑主要 focus 在哪一个部分呢？365，这张专辑名称叫做365。为什么这个名字？其实也算是我们等待了超过365天，然后首波主打歌呢，算是描述一个对于女生一个365天每天都想要见到她的直接的爱情。那今天因为我们是舞蹈大赛嘛，听说你们三位哪一位好像以前是黑脚的？小杰啊。哇，那很厉害哎！我已经好一阵子没有跳 breaking 了，对啊，但就是还是有在发。跳一下，跳一下。那你玩了，你生气了？那老师跳，老师脚没有跳，你生气了？算了，老师脚一下 music 我没有收回来，真的。好，好，来来来，哈利哈利了，秀一下好了，哈利，来，老师 music。No!
播呀，灯卡。哎，不过三位跟我们提点一下，因为今天是三位也算是我们评审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说真的要赢得舞蹈比赛的话，大概有哪些要点？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记忆点，就是要人家看完会记得你的表演，而且要尽量讨那个评审欢心。对，所以你的口味大概偏好哪一种？偏好小杰可能比较 sexy 一点的吧。对，穿越少。分越高吗？就是其实这段话是王子不好意思讲，我帮他讲，对不对？好，其实基本上就是只要是女生，她的分数直接是满分起跳的。什么？我觉得没有标准的一个，还是要有主题啦。对，比如说有圣诞节的，比如说服装啊，像今天我们穿的服装也是符合圣诞节，对，特别圣诞树、圣诞红，那它就是礼物的感觉。哦，是意思。对对对对。太好，谢谢三位来提前回座，谢谢，谢谢，祝你们专辑大卖，谢谢。各位，接下来要登场的呢，也是我们的评审啊，一起欢迎我们的拉普老师。欢迎，欢迎，教头老师。哎呦，哎，谁啊？谁表？应该要稍微表现一下咯。老师，哦耶！哎呦，哇，你看看 music， 符合主题，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老公公，迷路，迷路，有迷路，有迷路。哎呦，骑迷路，骑迷路，骑迷路，好，打右屁股，干嘛迷路屁股啊？厉害了，好，赶时间了，赶时间了，赶时间啊！欢迎，欢迎来，教头老师。接下来第二位是我们的刀蛋老师，欢迎他。欢迎刀蛋老师。哇！好，刀蛋老师应该也要来一段哦。哇塞，性化，性化，力道，这个哇塞。三百俱乐部，哦，血脉喷张，哇，还有，还有，性感，还有肉体。